好，那今天呢把他夸了一通，他自己不在现场没有听到，有点遗憾啊。对啊，但是呢他也是从远程从远方送来了对于这部剧的祝福以及有一些要对你说的话，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的 VCR， 看看小爱对我们有说什么。来，我留在旁边。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天爱，我在《鳄鱼与牙签鸟》中扮演的角色是阳光勇敢的李南恩。10月18号，《鳄鱼与牙签鸟》就即将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播出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鳄鱼与牙签鸟》。我现在呢在大山里拍戏，所以不能到达发布会的现场了，不过没有关系，虽然我没有去，但是我的周尔文去了。我能不能让周尔文在现场为李南恩画一幅画像呢？就假设今天李南恩也到达了发布会现场，跟大家一起见面了。柏林哥，期待你的大作啦！最后在这里祝今天的发布会圆满成功，祝大家玩得开心，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新剧了，《鳄鱼与牙签鸟》，加油！拜拜。好的，谢谢前方记者小爱从深山里面发回了报道。对啊，他在哪里呀、我也不知道，而且他说他涂了黑色粉底，看起来还是很白啊。是的，对啊，不，关于对于他来说这个颜色已经黑得足够吓人一跳了、对不对？对对，不管怎么样也希望他在这个新的片场拍摄一切顺利，但是没有想到送祝福就送祝福，还给你送来一个任务。对啊，我要画他。是，但我们不着急，一步一步来，因为他刚刚其实提到了自己的角色李南恩。对，就所以说聊一下，因为刚刚你说的是和他合作的时候的感觉，那能不能介绍一下周尔文和李南恩在剧中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的？关系一开始当然就是有点误解嘛，然后互看不顺眼，有点欢喜冤家的感觉，然后其实后来相处久了，彼此发现哇，原来蛮你离不开对方的，蛮互补的，而且就很像是鳄鱼牙签鸟一样，就是你有专业的技术，你有专业的技能，比如说绿化环境甚至建筑，那你也要你也需要一个好的伙伴让这个梦想可以成真。就所以不管是跟张天爱所饰演的李南恩还有就是小伙伴们，我觉得其实有梦想非常重要，可是有可以一起努力前进的伙伴们是最重要的。明白，那接下来就要为你这位一起努力前进的伙伴画上一幅画像了。来，工作人员请做好准备。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的，对呀、以这样的方式要求同框考我、我看一下。 没错啊，没，我要画哪一面啊？都可以。来，我要帮你拖着。我要 我这样画吗还是这样画？我都可以，你觉得怎么方便？这样子吧，我们稍微侧一点点让媒体朋友 能拍到好不好？可以帮我拿一下吗？好，我帮你拿。李南恩啊，我想一下，哇，好难啊，帮他画衣服啊，先画头发好了，头发是这样啊，耳朵，然后我觉得他是有一个，他眼睛很大，很大嘛，对不对？可是他。可能他可能戴一个假的小鸟的嘴巴吧。这是那个装饰品啊，大家不要觉得是。然后戴个帽子，他刚戴个帽子，给他一个帽子。这什么帽子？我不知道。好的，好，可以了吧？好，就这样吧。对不起，柏林哥，帮我展示一下。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电视剧《鳄鱼与牙签鸟》的男女主角的同框合影。哦，牙签鸟，牙签鸟。新闻图千万不要少了这张。来，这时候我们也要 Q 一下。来，天爱看到了这张你想要的这个画像，我们都给你画好了。对对对，这是他的要求嘛。对，就是你我们会寄到你片场，你记得一定要给我们这个发微博来认证一下，我会盯着你的微博，一定会每天关注，看什么时候刷出来这一发一下啊，发个微博。对，一定要艾特哦，一定要艾特柏林哥，我们等着你发微博了。好，没问题，今天这个同框算完成了，虽然同的是画框。
而且你这个创意给他带了一个特殊的道具，来，请把我们的这幅画作好好的保留下去，谢谢。好，快点啊，赶到双十一物流好的时候寄给他。